要毕业，其实觉得四年其实真的很快，然后真的要很感谢，不管是大专或者是你身旁所有的人，只要只是记得学生会珍惜他们，然后跟他们拥抱，然后就会觉得他们毕业还会很想念他们，让他们愿意再毕业。谢谢。一些毕业回来看我们的时候，他们能够感受到，就是这个团契仍然是属于他，就是他也是这里的一部分。那我觉得这个感觉很重要，所以希望各位学弟妹去维持。黎晴依依在新竹大专举办的毕业感恩祭上展露无遗，每年到了这个时刻，总会让大专事工开始忧心，下一学期的新生团契人数会不会因此减少。会有这种困扰，主要是来自于团契的经营与照顾不易。新竹大专目前只有两位传道人与一位事工助理和一位行政助理，要照顾新竹中会内大大小小将近30个学校、10多个团契，团契学生近乎200人，辛苦的付出总是不求回报，只为细心呵护每一个上帝所看顾的羊儿。新竹大专每一年要办理许多活动，不论篮球比赛、诗歌竞赛、可以若你要迎新生活营等等的营会，期间的辛苦真的不言可喻。加上新竹大专北从桃园龟山的民传长青团契，南至苗栗联合大学方舟团契，约10多个长青团契，每个礼拜光是